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丞琳。你现在收看的是最新鲜、最有趣的女性新闻平台《妞新闻》。我的新戏在10月7号台视就要上档了。如果你们比较晚睡的话，麻烦请求大家一定要收看《荼蘼》。它在每周五的晚上10点到12点就会首播。那隔天10月8号10点到12点在8大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这么久没有拍的戏剧作品，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希望职剧场的新生代的演员们，还有想要当演员的朋友们，一定要记得热爱戏剧，就要真心的投入，然后把自己的肝顾好。拍戏真的很辛苦，然后会熬夜。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骄傲，然后不仅仅只是上电视当明星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拥抱自己的初衷，把所有的角色发挥到最好，把自己的可能展现出来，放开自己。